水冷机的操作呢，那这个是调功率的，调功率的，这个就启动来的。这个是这个是停止，这个是启动，OK。但是在开机之前，这里一定要加水，黑色这个扭扭要打开加水。然后呢，它的后面要看水位，后面这里是水位，这里有显示高水位和低水位，然后呢水位就在这之间就可以了，然后呢这里是可以打开的。这里面是加水的。开机前一定要加水，记得哈，开机前一定要加水，如果不加水的话，就会立刻烧掉。这些就是水管，它是水循环的水管接这里面水管，然后剩下的就是调高度，这里调最好平的位置的高度就可以了，其他没什么了，就这一个。这里是保险丝，这个是开关。OK。